奥运房子白菜价是真的吗？一探究竟。水箱总南还凹这儿那边。水箱总南还电梯房三楼，全新装修。它那个是。拎包入住。一套几的哦？16万8。16万8吗？这个是。标间不得了了嘛？标间。哦。不是，这个屋子那个28万8。装修的。小产权那个。小产权。那不得产权。小产权。一间楼，市场。这边。哎，一百二十个平方才25万。这边基本上都是小产权。哎。有几个是。哇，还这还带暖气，是了。我那个大产权拿着呢。拿着，早都拿下去嘛。天津办的，你找到了。你们主要是想考虑大产权、小产权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自己住哈，其实小产权都可以，真的，我觉得哈。反正我觉得小产权都可以。你不得，他是有产权的，他那个是等于说直接可以写协议。前后带花园啊，这个。哪个？有写前后带花园是哪个？还有那个。叠拼别墅。哦，它是。那你那个前后带花园是哪种嘛？那个。前后带花园就是那种买一层，哎，对，就是那种，还送菜。另外呢，前后带花园的卖了，今天才卖了。多少钱？是那个人家是急需卖，卖43万。哎，可以个。那小产权，哎，86、87个多平方，好像是。就是有带菜地的，前后花园才安逸，我觉得。你那个就有时再完了，但是这个都没得送菜的。一般普通的一楼，但一楼它始终要长。你如果是像那种，你跑考虑二楼噻，二楼有带平台的。哦，平台可以。但主要是考虑好大的套型，目前有个套一的。太小了。49几吗？是吗？嗯。是收到套二吗？嗯。套二的目前有个带平台的，3+2。就隔中间隔个阳光滑梯。在哪个阳光滑梯？阳光滑梯对你们背后头噻。背后。哦，他那儿有个二楼电梯带平台的，装修还可以。也是在那个在阳光滑梯啊。哎，阳光滑梯大门对的，不是在。大门对着对面。哦，上面那个啥子？哦，上沿。哎，上沿那边有电梯啊？我说是，它是小高层的。不，电梯这边小高层也只有七层的。啊，咨询修我又是没电梯，不是是电梯，哦，是电梯是吧？对，我上沿那个房子如果是有电梯的话还是可以。有电梯，它二楼带平台。嗯。二楼它是个，他们以前人多，你如果是只有那么多人呢，你可以把那个平台拆了，当30个平方，你种点花花草草，栽点葱葱蒜苗，足够了。弄个花园。反正现在你拆容易，搭不容易。咋肯定就现在他管的有点严，晓得不嘛？现在给钱，所以说这个，起码你要给至少是。你说那个上沿那个好多钱呢？38万多。好多个平方？合同面积是74.几的一套儿，加平台有30个平方。哦，74.几，30多万是有点贵。偏贵，算便宜的，人家家具家电齐全的嘛，美女，装修了的，自己不贵，他是亏本卖的，装修成噻，可以嘛，反正他是2019年装修的，根本就没怎么住过，2021年、2022年的时候，今年23年，算是2021年的时候，我们他嫌小了，当时啥子又犯了他大的，他随后他把他的房子装修好了，38万8，有点偏贵。任何房子我跟你说嘛，美女要先看房子，先莫说价钱，前提是要你喜欢房子。对，是哦，先说价钱呢，那个是什么，万一房子你喜欢的话，那个东西人家说的，人家装修的确实也可以，是自己居住的标准，晓得吗？但后头他买的是一个套四的房子，晓得吗？他那个套二的他搭了个客房出来噻。他那种房间那些大不大呢？还可以嘛，像我们乡间办的房间太小了，差不多1.8米的床都摆不起。嗯，摆起我说嘛，你住柜子哈就掐都掐不进去。像我们楼上，我们柜子都没住。你如果是我那个房间，柜子都没住，我们1.8米的床就不敢住柜子，1.5米的床才敢住柜子。是啊，你房间第一点大。你如果是房间大的话啊，你只买。商品房的话，你只有买芙蓉山水。我们都有优质房源。芙蓉山水的房间就大些。另外的话啊，就是小产权的面积要大些，有个别的小区面积要大些。其他的，包括我跟你说那个，
三元家园的平台那个面积还是差不多，只能摆一米五的装柜子。那么你如果是要想弄一米八的，那么它过道就显得很窄。就是我们就是过道很窄，里面过道窄的很。我们就爱说实话，哪个弄到我们房子，我就相当于我自己。你们连实话跟人说，三元家都看到是不是？我和你等于说。那另外的话，因为它你想嘛，面积这么大，它的平台确实是巴适。嗯，就在你那个客厅门口，有个花园。哦，就是一个平台。哦。那么你可以拍个电话号码，如果是需要的话，你随时可以看。你那个有电话号码？哎，还有个电话号码，随时都可以看。嗯、那电话号码就是你的噻。哎，对。哦。所以说，像我们这种出来摆展呢，我们肯定是以便宜的价钱。才吸引眼球，那么贵了你摆点来哪个问题？我室内水箱就这儿的嘛，室内水箱是有电梯的，是全电梯。但我就觉得这套房子也巴适，目前它是设了，比其他的房子亏了10万。室内水箱就这儿，亏了10万了，哎。哦，那个它是就这儿，但是它是少了35，少了一分都不卖这个价钱，83。它那个你摆1.8米这床就摆得下。也是小产权，哥。哎，你如果是要商品房，我说嘛，美女，我们就直接给你推商品房。哦。你说每个小区都有，一两套优质房是有的，所以说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来选择优质的嘛。但是也不说是真的就给你推了噻，哥。你还是有那么多小产权的嘛？是啊，现在小产权多的。这边只有2-3个楼盘才是那个大产权。房子好多哟，中国人的房子可以，要是有2-3辈人住啊。推了好多，你晓不晓得嘛？推了好多啊，安庆。哦，安庆那边。啊，推了的嘛，推了又还根的嘛。这环境还是可以噶。嗯，环境。这条河巴适。这边环境巴适。哎。看嘛，这里有房子，有价格。78个平方卖69万，现在这个38万96万，这个是商品房，他写了的嘛？这商品房，这个商品房，这个拎包入住。不打开。因为我们以前买的都是商品房，这个中美沿海山，中美沿海山就这儿。就这个房子。这个都不算贵噶，好大嘛，面积晓得吗？面积70平方。哎，我们看一下。看一下。阳光花亭。38万，这个东方威尼斯。东方威尼斯小产权。哦，电话的嘛，它这有电话的嘛。你这个那个电话吗？哦。这下就把电话提早些。哦，苗苗一楼上说。哦。2楼。3楼。3楼。2楼、3楼都有。哦。八十个房子。这栋房子最便宜。哪套？这套90个平方，24万的这个。是这套吗？都可以噶。90个平方，就这儿面面一上头啊？他是九分。这套不得面面一楼房，这套一楼房吗？哪套是面面一楼房？哦，这套。哦，这套面面一楼40万。我158。158呀，哇哟，可以哦。还有点宽。有点宽噶。就是这套最划算。妈娘，你这个好划算，42厅2卫。这个呢，90个平方的，24。你那个在滨河房那里那个牌坊那里，你知道吗？滨河那天没得送来。滨河路那里。到那边去了。西平路对面。哦，这个可以吗？158个平方，才40万。好实的那个。40厅2卫的。他说就这儿，就这儿楼上。走，我们这边去看，看你爽。看得到不嘛？看得到不嘛？这套，看得到，你去看一下。走嘛。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大房子，清水的。哦。哦。有点形状有点不太好。好了，这灯出来了，这灯。好不容易照出来了，你看这个可以。你看我这儿放在这个，看看。看一下。房子倒是挺大的。天哪！厕所。哦，大房子是大。房间大。4个房间的嘛。4个房间。那个是主卧。
双位的。双位的，我晓得。这儿晚上洗不见，老头子。这两晚上洗我嘛，这儿以前，这儿进去嘛，晚上洗不见，没啥子。嗯。你把你今晚出来了没？刚刚看的房子就是在这楼上啊，没有产权，小产权的，所以说40万还可以谈，意思就是30几万都会卖，敢不敢买呀、啊？看一下，一个交易啊，你先看。但是地方也好，房子也不错，价钱也便宜，就是因为是小产权，这是国家不认可的，就这样。大产权买不起，小产权都太便宜啊、哦！万一有一天退耕，那买了之后又给你退掉怎么办？苗苗鱼，然后这边都是吃鱼的，大家怎么觉得怎么样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改天没事再去看一下房子。哎，苗苗鱼。